捧起冠军奖杯。因为国防科技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校，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。我在完成自己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，可以积极主动的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。共产党人最不怕的就是认真，我认为在搞科研的过程中也是要需要认真的。我们战场需要什么，我们就要研究什么，所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搞研究的，也就是我们需要创新的。我作为一名军校学员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将自己的所学应用到我们国防科技的最前沿。